我差不多一次，我觉得你都已经应该是早上休息，十几岁没有那休息，你往后面。你第二个你就穿这个白裤子下去进水啊？啊，我有衣服，还有衣服啊。就是穿裤子，不然的话穿裙子不是全飘起来了。没事。他就是有一盆水，然后就是手是这样子，正常不是这样，这个就比较特殊。他有来就来一次，就是他肚子里不知道生个什么，因为我英语我听不懂，他说肚子不知道生个什么东西。他上堂课还问牧师，他说不信耶稣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他在吃怀疑的态度，你看他现在麻烦的是不是？